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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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个特别像一首歌。不是，你这个就是简单一五四六三四。我说过的，我这个和弦我就突然就能唱出来那个。哎呀乌拉拉，我的小香花盛开在仲夏开了花。你知道是什么歌吗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之前乐队的歌。你还这是我们自己的原来自己的歌啊？你这个歌叫什么来着？我不能告诉你。歌曲这是多少？和弦一，你手拿开一多少吧？你就说，你给我说，我数数，你说数，我数数一多少？一五，带着我因为改过以后。一五六四五，一五六四。哎，这样吧，那你弹旋律，我弹和弦。一多少来着？一多少？你干什么？你玩个音乐怎么老显得那么暴力呢？我最烦你，就是说那种特别磨磨唧唧的。一多少？一五六四五一五，说完了，好不好？你等等，让我记一下。六四五一五，真的不想跟你们聊音乐。我给你拆个床，我看看外面景色。我真的是，我跟你聊音乐特别暴躁，你知道吗？本来应该很轻松，和大家很享受的。这不是，你说你看看外面这么多这么美丽的景色，我们要弹弹琴，唱唱歌，哪怕你不爱不想唱，你听我弹的，对不对？一五六四，你非得弄了，那个一五六四五一五，一五六四五一五，对。那好，你想旋律，我弹和弦。你唱来。无法你先练一下，真的跟这玩不了音乐，对不对？你先听听。无法和你弹，无法再笑，慢点。来，中国另外在背后，来再来无聊机。无法和相信的呀，对，无法和相信的呀，无法。锋利呢？那咱们就解开它。其实呢，大家都没来，我独自一个人唱这个弹奏，其实说的说实话有点不太忍心，但是希望他们迟到了不来。先来天赐。嗯，对，阿姨说的好。嗯，拿下他的脑壳子，哦，很。很完美，对。
阿姨给我个勺，要先拿这个蟹子钳子这边给拨开，第一口肉圆是最完美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要先把它先吃掉，对吧？要是不干艺人的话，我又有一条出路，可以去给人剥蟹子去。专业的剥蟹师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挣钱的方法有很多，尤其是手艺人。能直接穿进去吗？范先生，我什么时候说我男朋友？我在这去这个后面呢？穿什么？我本来就好穿，你现在给我系上。走呀！看看我腿。这小子现在真跑不了。婚姻著名的大魔王，给你摸下来。著名婚姻如何卖萌？来，看。不是你得重新来一遍。我是看着我腿，不是你那样子。您这大冬天穿的真暖和嘿。这出门没走啊？那你怎么穿这么厚？那我跟你说，以后我就买一条好看的秋裤穿在这里边。那你得买那种的，就是网网状的，是吧？那好看，你不知道上年的流行趋势就是这种的。那不是女孩穿的吗？现在时尚大分男女，是吗？给你给阿姨听着。啊，对，我这个挺暖和。看这里面有什么？里面有肉，有钢铁一般的大腿肉，有钢筋肉，钢筋铁骨，太帅了。对。吃肉，怎么一直吃的在这儿？就这一块吃的。那这面包为什么不吃啊？糟蹋了，面包里放的那上饭。哦，那该蒙他去吃了它。擦的干净吗？擦干净了。我还让你擦吗？是不是？不吗？哦。你哎。这个人现在我跟你说，现在阴阳怪气的，擦手又吃又直，胃烫饱。给我。有猪的那种的。现在我跟你说，我这团里边实在是。我得必须垫块儿了，你知道吧？不然镇不住这几个人。对，好了，大哥，你是大哥，你们这样，你们挨个当队长当两遍，好不好？你就这样，站起来，不是站起来，你这样跟在我后边，你知道吧？你像我，像我打手，你知道吗？是，你要换过来，你像我的小弟，你知道吗？是吧？咱们就看谁的站位吧，那你给我来。这是保镖走到前面了。保镖走到前面。你看我这副元气耗尽的样子，你找我干嘛呀？我现在很想哭。一上课，然后为了维持那个状态，你要高度集中，你知道吗？要高度集中。这个可以拍照吗？这怎么拍？